说落来是报道台湾话的单元，咱来看卖今日老师要教咱什么趣味的台湾话。欢迎大家到底来学台湾话。今天的意思是太平，意思是天下平安，安定无代志。咱来看例句，大家那拢互相少吞论一下，就天下太平啊。过来是俗语，一日当刀兵，十年未太平。当刀兵是咧讲有战事，战乱乃起，十年拢无法度太平，病灾可怕。人的性命比狗仔更加唔值钱，千万唔通引起战乱。